植物的间隔做有机肥啊，有几个特点，就植物的间隔腐烂了，放出的肥料比例跟我们植物在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，是不同步啊。同时呢，间隔里面呢有很多有机质啊，有机质是什么作用呢？昨天我说过了啊，一个透气，再一个保水，再一个呢啊，给植里面的细菌呢提供养分，对不对？冬虫害变呢啊，它就一般冬虫害变一个吃间隔，第二个呢里面是不是加了粮食啊？加了大豆，啊，加了大豆啊，加了豆粕啊，加了玉米啊，所以动植物的粪便呢里面的特点呢是不是？氮肥跟磷肥偏高，你不管猪粪鸡粪啊，都氮肥磷肥钾肥是不是偏高？这几个就偏高了。吃肉的那动物啊，是不是里面吃的蛋白质多啊？氮的含量非常高。